有的敌人全都被我消灭了。我剩下哪一个吗？光屁屁怪兽，我动感超人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动感飞机，动感飞拳。不见了，光屁屁怪兽的屁股不见了。没有了。这是重大案件，一定是被逃走了，不会错。被害人是光屁屁怪兽，23岁，体重350吨。凶手一定就在附近，也就是说，怎么可以用蜡笔在地板乱画呢？因为这可是刑案现场耶，你应该说刑案现场才对吧？也可以这么说的，冒水蒸气的悬疑温泉。那么。大屁屁警长，谁是大屁屁警长啊？叫警长就行了。不过我也不是警长，好吗？请你协助我们调查光屁屁怪兽的屁屁窃盗案件，好吗？屁屁又不见了吗？等一下有空的话就帮你找，快点先把这个擦干净。好了。哎咻！昨天晚上把光屁屁怪兽放进玩具箱的时候。我记得屁屁确实还在啊，新进先生。结果那个屁股到了早上就不见了，是吗？拜托你了，新进先生，请帮我找到光屁屁怪兽最重要的屁屁吧。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找到嫌犯的绳索了，小哥小姐。我想要请问你几件事，好吗？你一直都很喜欢舔光屁屁怪兽的屁屁，没错吧？不要这样子，请你协助调查嘛。请问你现在在画什么呢？这是箭头吗？该不会是这边会有线索？墙壁。搜索行动撞到墙壁了，等一下，搞不好这个箭头可能是指着电视哦。暴风刑警，现在正在重播暴风刑警电视剧。因为凶手通常都会再回到犯案的现场，所以暂时就让凶手游泳吧。好，暂时让小葵游泳吧。妈妈，泳池，塑胶泳池在哪里？只要让小葵游泳的话，就可以找到屁屁了。胡说什么啦？让他游泳的话会感冒搜查又回到了原点，看起来好像不在这里。我懂了，原本以为是白色的人，其实是黑色的。小白是小黑。小白变成黑的，嫌疑犯名单又多了小白的名字。立刻去把嫌疑犯的家整个翻过来找，整个翻过来找。快开门，我是警察，我要进去你家进行调查。有什么可疑的吗？我找到甘达姆机器人的手臂了耶。这样子就能再战斗了，去吧，钢达姆机器人，钢达姆飞拳。小心，光屁屁怪兽的屁屁找到了吗？哎呀，我完全忘了这件事。都没有啊，你真的没有收在什么地方吗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啊。这么说来，现在只剩爸爸了。案件出现意外的发展。演员广志先生吗？你知道光屁屁怪兽的屁屁在哪里吗？我正在开会啦。案件不是在会议室发生的，是在现场发生的。你在胡说什么？看来搜索又再次回到了原点。真凶就在这三个人之中吗？已经找到凶手的指纹了。什么？指纹是吗？
好，我马上就来找凶手的指纹。找到了凶手的指纹，不过指纹是什么呢？不可以随随便便把面粉拿去玩，也不可以像这样乱用掏耳棒。好了，请让我去吧。不行，你的长相已经曝光了，我自己去。我的便便也是裂开的。通常凶手一定都会再次回到犯案现场，果然没错。你果然再次回到犯案现场了，小鬼小姐。好，快把绳子交出来。我不要绳子，快点把小饼干交出来。不要跑！小鬼。不要跑！让我，看我的，举手攻击！已经逃不掉了，认命吧！看我的，攻击！好疼啊！这是光屁屁怪兽的屁屁？不会吧？居然就在我的口袋里面。没有任何证据就随便怀疑别人是不对的哦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真是的，明明就在自己口袋还随便怀疑别人。这样的话案件就解决了。哎呀，找屁屁的案件终于解决了。Thank you.